今天的手语新闻通，我们来看看高山症要怎么比呢？照字面上是高山，然后加上病的手语，手往上是高山的形状，加上病。耳聋人平常聊天的时候不一定会照字比，可能是把状况比比出来，比如说到高山上会觉得呼吸很喘。 心跳很快、头痛等等，提供您做一个参考。